大家好，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圣贤录。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期啊，学习明景龙古音琴啊。我们学到了永明禅师的释料解啊这方面的宗旨了。参禅的人执手画头，自认为是在做守静的功夫，更不用再做别的事，而念佛求往生、朝暮礼拜磕诵等事都是他们所不行持的，这个叫做有禅无净土。像这样的参禅并不是参禅的正法，这就是只守一个死的话头，不异于土木瓦石无情珠。安住在此禅定的人，十个当中就有八九个，没有办法能够救拔。如果是真正得到禅门宗旨的，就如同水上的葫芦，安住它便又转动，活活泼泼的。如果这样的参禅不轻视念佛往生之道，朝暮礼拜磕诵也能够遵行，不论往左或是往右，无不是道。这就是所谓的有禅有净土呀。那么禅宗呢，它呢按照佛法戒定慧啊这个道理，这条道专门呢重点呢啊修持禅定啊，从禅定入手。如果通过禅定啊能够呀入道，把我们身口意，把我们六根六尘六识啊，这些呀因为分别执着产生的种种心外的作用都安静下来了，降服了啊，融化了，那么心就看见了，道就看见了啊，我们本性就现出来了啊，也就是说呀我们的智慧就现出来了啊。那么禅定啊，禅宗它就是从这个定啊入手。当然我们一定要明白，修定并不能够说我们呀不守戒啊，我们把戒律扔一边去了啊，可以违背戒律了，那是不对的啊，那是不对的。你修禅定必须守戒啊，必须遵循因果规律啊，只不过呢是在修行这条道路上，我们呀这条啊禅定这个法门呢比较高级啊，它不是从最初啊我们特别的强调因果呀五戒是善呐 啊从这个方面入手啊，那么是从啊这个高级阶段入手啊。那么从佛教的啊这个教理上啊，我们知道禅宗是个高级法门啊，是给那些呀啊高年级学生学的啊，给那些修禅定已经啊修好了有功夫了，把基础的这些课程呀都已经啊学完了修完了啊，达到一个高级阶段的时候再接着学啊，学禅定
这方面的内容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学佛法呀，啊，应该站在佛的眼光去看，啊，站在佛法整个的体系里边去审视，啊，去观察，去定位，我们呢就会明白了，啊，不会搞糊涂了。那么这里边专门就说，啊，参禅的人呀，啊，他们呢守定呢也有很多办法啊，祖师们找出很多办法来啊，参话头呢就是其中一个啊，这个话头可以是有意思的一句话，也可以啊是无意识的一句话啊，比如说念佛的是谁啊，是去参去了啊，还有呢啊叫干始觉啊，也可以去参去了啊，总之呢是让我们呀啊通过某一个点把我们的啊意识拴住，把我们的身口意啊啊六根六识六尘慢慢的安静下来啊，安静到了极点，然后呢保持啊，保持啊，慢慢把我们呀啊根成实啊消融了，活破了，穿透了啊，就悟道了啊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，都是帮助我们的方法。那么参话头的人，这里边说叫有禅无净土的人啊，专门呀着手在禅定啊，对其他方法呢不去涉及啊，有的呢比较极端啊，还不认可其他方法，认为呢啊我自己通过修禅定我就能成功了，我何必念佛呢啊，这是其中的啊很一部分人的观点啊。那么这部分人呀就没有站在佛教的全貌上观察佛法啊，就像我们上学，我们现在上学呀可不是学一门啊，往往呢学很多门类啊，比如说啊我们从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语文呐、啊、数学呀啊，甚至啊英语我们也涉及一些，到了中学啊，那么我们不仅仅语文数学了啊，我们物理呀化学呀生物呀地理呀历史呀学的就很多了啊。那么如果我们上了大学啊，比如说上某个专业，那么这个专业呢有主修课也有辅选修课啊，我们呀学这些选修课并不妨碍我们研究我们主修的内容，甚至呢对我们会有帮助的。最后我们看看啊，真正成就的那些大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文学家
他们呀往往都是跨领域的专家啊，一说起来呢知识很渊博，涉猎面呢往往呀非常的广泛。把种种领域里边的学科内容啊，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呀主修这个领域，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呀新的探索，做出呢啊新的理论、新的方法啊、新的实践。给我们人类啊带来啊有益的帮助，往往都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看看佛菩萨，佛菩萨都是单科吗？佛菩萨呀往往具备了种种的能力，种种的呀啊方法，可以说每一个佛菩萨他对世间法、出世间法所掌握的领域呀、内容呀、知识呀丰富极了啊，可以说都是全才。如果不是全才，那么呀我们面对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需求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束手无策。啊，打个比方说，我们现在有人呢啊说是学地藏法门的啊，不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我们学习啊地藏三经，我们就知道了地藏菩萨呀他可是十方世界都能去的呀，所有有地狱的啊这些世界都离不开地藏菩萨去救度呀。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学地藏法门的，然后呢说我们不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请问那十方世界我们能去吗？十方世界去不了，你说你是啊发地藏大愿的，让人家不理解啊。那么连西方净土都去不了，那么我们就怀疑了，这些发地藏大愿的人呀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边啊，地狱你能去吗？地藏菩萨可是专门啊去超度地狱众生的呀，啊口口声声发出地藏大愿，如果连我们这个世界地狱都去不了，我想我们还是安静一些吧，低调一些吧，老实一点吧。不要对外啊到处宣传自己是发地藏大愿的啊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向地藏菩萨学习的，这个可以。
我们从日行一善开始，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这个可以。所以说呀，这里边讲的有禅无净土，讲的呀都是这些人。找到了一个方法以后呢，就执着于此，别的方法呀一概拒绝，不接受了。为什么呢？认为啊这个方法是唯一正确的。念佛呢，那是别的方法，我们不学。西方净土我们不去啊，那是净土法门，和地藏法门没关系啊。都是这些呀，分别执着心中黑暗的这帮人啊，拍拍脑门呀想出来的东西，说出来的东西。啊，你修静禅定，念念佛，难道就要了你的命了吗？念念佛，难道就脏了你的手了吗？我们可要知道，我们学的禅定法门可是佛教给我们的呀。学了佛的法，不念佛，不知道是谁教给我们的。非常的执着啊，在方法上也执着，不能够灵活，不能够贯通啊。所以大家学佛应该呀，慢慢的掌握佛法的全貌啊，不要啊一来我们就拒绝了，一来就认为呢我们是对立的，这都不对。如果啊别的有帮助，我们完全可以学习，完全可以对我们呀修行的进步给予帮助。啊，请大家呀学佛慢慢的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站在佛法的全貌来看佛法啊，不要坐在井里观天啊，看到的呢天只有井口那么一点点大，然后我们就对外啊宣扬佛法啊，就是井口那么点大，我们自己还不知，实际上呢被别人耻笑，也把那些不懂佛法的人呀带坏了啊，教坏了，教错了啊。这些人啊，他的心窄小啊，不是一种宽广的心，不是一个通达的心，看问题呢往往执着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，
啊，真正得到禅门宗旨的啊，那就像水上的葫芦，它是活的呀，你按它按不下去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一松手它又蹦出来了，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的啊。如果是这样的修禅定，那么就明白了，他绝不会轻视呀念佛往生之道啊，绝不会轻视呀啊这个做功课啊。这句话呀很重要，不论往左或是往右，无不是道啊，这句是重要的。这个世界哪里不是道呢？啊，一切都是道的表现呢，一切都是我们心的体现呢，哪里不是道，哪里不是心呢？难道说只有这样才是道，那样不是道吗？啊，这么说的人他就没有悟道啊，一定没有看到心，没有见到道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真正啊，禅定成就见性的人，有了智慧的人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个世界呀，无处不是道啊！啊，处处是道，活活泼泼的，啊，绝不会死板板的或者执着说必须这样，必须那样啊，那个呢，就叫做分别，在佛法上。用自己的观点去分别执着啊，我们可要知道，我们学佛呀，目标是解脱，目标是成就，这是目标。那么至于走哪条路啊，这个都可以的啊，都可以，适合你就好啊。但是呢，学佛人慢慢的呀，不由自主就在这走的这条道上就开始争论起来了啊！这个人说我要走这条道，那个人说我要走那条道啊！走的道上呢，也是执着我自己认可这条道啊，别的道呢能抄近路我也不走啊，那是他的道，不是我的道。或者说啊，我们现在走道啊就知道了，我们不步行了，我们可以坐汽车，我们可以坐飞机，我们可以啊坐火箭啊，而且呢这个道我们也给它修了啊，平整了，铺了沥青了啊，或者呢铺设了铁轨了，架设了飞机场了，那么我们再走这条道呢方便了，但是呢我们不认可啊，我们就得步行，就得跋山涉水啊，坐火车，坐汽车啊，坐飞机，我们不坐，不认可啊。修行人呀，后世修行人都是在这些知解上、末梢上、过程里边呀啊，互相就吵吵嚷嚷，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啊，最终呢早就把目标忘得一干二净
为什么呢？看不清楚呀。啊，执着于自己理解的那条道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我们提出来佛法现代化啊，就像现代人们把原来啊啊坑坑洼洼起伏不定啊，甚至中间有崇山峻岭阻碍啊，有深沟啊坎坷阻断，这么一条道呢，我们呀用现代化的手法给它铺平了啊。那么遇到山，我们呀给它啊挖个洞穿过去；遇到深渊，我们架个桥给它呀啊连起来。该铺沥青的，我们给它铺上沥青啊；该铺铁轨的，我们把铁轨给它架起来啊；该铺设飞机场的啊，我们把飞机场给它铺好啊；然后有人呢，该造汽车的造汽车，该造火车的造火车啊，该造飞机的造飞机。那么我们再走这条道不难了啊，很平稳，很容易坐上车就把我们呀送到目的地了啊。我们